王翟这个人是到底是什么，到底想做什么，他到底想传达什么呢？2021年是我在海外生活了10年，回国的第一年，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开始吧，也会有更多的时间专注自己想做的。我其实生活中就每天就在做自己喜欢的事，不管它多辛苦、多有压力或者多糟糕，那个热情还是不会灭的。因为我够热爱这件事。New year, new start, fresh start. Do what you love, believe in yourself, always positive mindsets. Happy New Year, everybody.